哎呀，美女，你这手绢太大了，你以前是干啥的呀？太大了。啊，轻一点，轻一点，疼疼疼！哎呀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疼疼疼！我要投诉你。疼啊！那我给你想个办法。干啥呢？你这手跟提棍一样。 现在不做了吧？像你这样不但不损伤头发，而且还对头发特别好。太舒服了，是吧？而且舒服按摩的。你这服务态度没问题。没问题吧？哎呦我的妈！大。大。大。嗯。 小区当起了保安，你们说开多少工资合适？这招式，穿比一千自损八百，怎么也得1500吧？那个太君，咱能不能严肃一点？演戏呢？你那手往哪抠的？谁请的群演？不行，换人！大清朝不早就没了吗？为什么我还要承受这样的痛苦？尾巴是我最后的倔强。 瞅啥呢？我哪有几？哎，我家就我一个。这他妈是我妈。 你人来就得了，你大家都惹住了，做乜嘢咯？嗯？放牛吗？还是啥？啊，有人。
打油什么？送你三月的风，六月的雨，九月的风景，大雪满天飘零，做你的嫁衣。你们看完不笑我倒立洗头。反正他都不能走，他只要自由，他不会理会我的感受。我不知道你们是为了什么关注我，也许是觉得我的视频还能看，也许就是单纯的想跟我交个朋友，再也许就是想看一下一个普通人的成长史。我只是一个网络的过客，以我素为谋片，我按照我的方式更新着我觉得你喜欢看的视频，然而并没有人承认我的改变。你我屏幕相隔，我也感谢你的一路陪伴。我想告诉所有的听众，只有自己足够优秀，才能骄傲地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。感谢收听。我不知道你们是为了什么关注我，也许是觉得我的视频还能看，也许